谢谢谢谢谢谢。下面请欣赏《独占花魁》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那天演出在后台，他去的早，躺会儿吧，眯瞪会儿，哭醒了，
出，做梦梦炕头涨钱了。哎，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哭的眼泪哗哗的，裤衩都湿了。要澡盆里了。有钱是真的吧？谈不到，哎，你老婆谈不到，我们一块涨起来的。啊，真的，人家家里确实很好。那会儿在北京，我刚来，租一小破房住，一天人家能比吗？啊，人家大四合院，这是真的。养狗，养狗，养狗是的，人家养那个金毛啊，啊，大型犬啊，有血统证的，据说是，嗯，大金毛养的多好，咱养的狗，中华田园犬，就说柴狗不是吧？啊，10块钱42个，这还要点钱不够要的，还送一铜盆，哎呀，这铜盆值钱，你也不为什么，又不要这堆狗，你跟人比，对不对？租了小平房，一到冬天，好家伙，我点炉子啊，弄煤烧火，弄铁这木头棒还点火，人家家里地暖啊，地暖铺的早，你看地暖那个地方，哎呀，什么时候能熬成他那样？没有，屋里边脏了，我就拿个笤帚，大扫把我扫地，都这么扫啊？人家那会儿就用一个电子的机器人，哦，圆的跟个饼铛似的，啊，铺好了，现在地上呜呜自己跑，吸尘器啊，对，撞墙就回来，撞墙哇回来，对对，屋里边犄角旮旯扫的不干净，你这个人跟人没法比，下多大的雨，我得出去遛狗去，都遛遛狗，你这次屋里小啊，这小狗得出去便便去，知道吗？太不要脸了，头里走，后边这40来个跟着我。10块钱的，10块钱又买40个。人家家里刮风下雨，狗不用出去，那干嘛？在屋里拉。狗在屋里拉，客厅正当中啊，金毛在屋里拉。嚯！拉完狗走了。嗯。有这么大一堆狗。狗屎比狗都大呀！狗看着走了，扫地那机器人过来了啊，推着这破屎。撞墙就回来了，这别撞墙，就墙就没有了。哎，屋里就云室，对，有的玩儿，这刷浆来了，是最了不起的啊，地暖。哎呀，我说这都真的，挨不住人了。别人说都编的，我说这真的，哎，真的。我们俩发小。他是法国人小孩，我是法国人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咱俩都这个岁数的人了，谁是谁爸爸？怎么了？没听说呀？又不是改户口，我不改，真改。这咋也没改？哎，以后你也别改，真的，心里有我就得。说这个意思，打小一块长起来，逗着玩也是，都这么大。哎，那会儿他还没我高呢。是，咱一块长，我不长了。我看这我们小时候在曲艺团学员班那会儿，我们一个班，他比我大4岁，是我们曲艺团一个班。哎，您这意思，我蹲了4年。我们班还有一个叫高峰的，他也在我们这儿，现在也在德云社。哎，都知道高老板，对，高老板大高个儿。对，我那会儿就是一个，是不是长得那么高才姓高？哎，啊，那会儿高老板瘦高个儿，他那会儿小瘦胖子。哎，我后长，他后来长的，我也怎么没跟上去啊？我们仨那会儿一个班，这俩都好学生，我一般学习啊，哎，这俩就不爱写作业，烦。曲团学员班，我学相声，学相声，学说学唱，我写哪门作业？不爱写化学啊，什么英语，我哪辈子我用上化学呀？还留作业？那也得做呀。留作业我也不行，一攒攒好些个。啊，那天教室着火，给我乐坏了，是啊，机会来了，抱着我那作业奔火堆就去了，我吹逼你的，全扔火堆里了，把火扑灭了，这得攒多少作业？就不学，那也不行，不爱学，一到考试要命，我们仨并排坐着，一排，我们艺校的就是这种做法。我坐正当中，于谦坐这儿，高峰坐这儿，老师发那试卷儿，我就一张写，哎，这个高峰都认识，戴眼镜，斯文败类那个，斯文败类，他都会，你这学的好啊，这个天打雷劈的玩意儿，会，祖上缺德的德，你说都会，哎呀，我心说你必有报应，哎呀，
他呢他能看着高峰那超过，哇，他隔着我，我这眼神太好了吧，隔着我他能超那个高峰的，我这不行啊，你看不见，老师站我对面就盯着你，老师撅在我那桌子那儿，拖着腮帮子，比你离卷子还近呢啊，眼睛脸看着我，还写着下去，哎呀，写还写啊，拿笔就写，写什么呀？儿子出题难，孙子监考研，老子就不会，退我上学去。郭德纲，你就是他们两个中间的一个搅屎棍子。我是个棍子，我们俩是屎了。这老师也太缺德了。哦，是，是比喻的。学年我才知道，老师对我不错。撒尿的教训，是这么大的一块过来的，一块搭着伴儿。朋友之间，好多朋友说句良心话，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上才交朋友。是啊，为什么交朋友呢？啊，朋友怎么写呢？两个月是为朋友。哦，哎，朋友，朋包括友，友不包括朋。是。哎，而且为什么说这俩朋友俩月是念个朋呢？嗯，上个时代咱们那会儿没有纸币，没有铜钱啊，拿那贝壳当钱。一串贝壳两串，哎，这一串一串算钱啊，挂在墙上。说来了就你做朋友，摘这么两串贝壳，哦，咱们出去吃饭喝酒去，哦，为我为你我能花这钱，嗯，这两串按象形来说是写出这两个月象形，所以说这是朋友这么来的。哦，朋包括友，友包括朋，这细致再说那这天亮了啊。错，反正朋友一般来说有酒肉朋友，嗯，哎，你吃饭喝酒这都行，啊，遇点什么事儿就好了。哎，吃着喝喝行，哎，说真真正正交心的还是小的时候一起来的朋友啊，没有利益关系，就是我们这打小一块儿，你撒尿有什么利益关系啊？你尿你的，我尿我的，是吧？对不对？不就唠一个吗？你再渴，我也不能，是吧？什么呀？我给你买瓶水喝，是不是？你别大喘气，行不行？就是走，高峰，走，撒尿去。一起喝就哥们儿啊，啊，雨天撒尿去。哦，我去，哎，不去撒尿了，你太傻了。就这朋友关系，打小一上课我算啥了啊？不爱上，专业课还行，他学的专业嘛。哎，老师说这专业课跟着玩，就我爱开心一点。哦，哎，有那会儿其实专业也是很枯燥。嗯，你要说报菜名，嗯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耳、烧花鸭，就这个啊，你听着新鲜。那你来仨月，天天就这头，那没个不腻，能吐了呀，烦死。有的时候表演课还行，表演新鲜点儿。这节课表演课啊，咱们解放天性，哦，学个什么大老虎，啊，学个摩托车，这小孩们这我愿意，啊，这能玩，这课我愿意啊。要不这节课口技，口技，你看你看说学逗唱吧，口技这我愿意来。这学生，咱们一块来啊，这大老虎啊怎么着？嗯，打汽车怎么响？哦，这老师。啊，咱们一块儿学学什么蚊子的声音啊，学个苍蝇嗡嗡的啊，要不学个拉锯，拉锯怎么学？全班人都一块儿啊，假装的，假装拿着锯啊，老师这喊开始锯。嗯，这是建功，这锯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哎呀，好玩，就这个吗？好，再锯一个。木就问来着，这个玩开心，嗯，啊，要不就是郭德纲，你什么这什么小狗怎么叫唤？学狗啊，狗怎么叫唤？嗯，我就来了，逞能似的，嗯，汪汪汪汪汪，来，高峰啊，羊怎么叫唤？嗯，高峰跟这儿，你，于谦啊，鸡怎么叫？啊，大哥，
大爷来玩儿啊。看着下课铃儿一打铃，太好了啊！高峰撒尿去，又撒尿，又别的玩的呀，撒尿去。于谦走，撒尿去，必须去啊！我说尿完了，你再控控，什么叫控？撒尿我准站到这儿。头这边大高个啊，高峰这边小矬胖子于谦，尿着尿逗着玩啊，这还逗？高峰吃尿人裤子，多新于谦尿一脸。我至于这么矮吗？我还得搭茬儿。于谦，哎，哎呀，我就说他嗓子甜呢，甜呢。后来知道我糖尿病，这算一节课？什么就算一节课？就说这是一节课之后上厕所，上完厕所又一节课，一节课就上厕所，再上厕所走。我撒尿去啊！高峰，好，高峰那是舍尿陪君子。哎，他这肾也该治治了。于谦，好，撒尿去。我啊，我得来个大的。于老师拿出一卷手指，十几年前可不止。这说就我们小时候啊，不是都像现在是这么普遍用的卷纸啊？当年还净拿报纸。上厕所去了，那时候不讲究。高峰他们家就是订个晚报，他爸爸那个一副刊裁下来给他上厕所。他还单是个一副刊，就是层级有签字儿。那会儿人家里就卷儿的那个进口的带香味儿的手指，于谦儿。我这是上厕所，别在这儿炸掉了。到厕所，那他大呀，我们俩等等。哈哈，我们走了，他这边捧着卷纸。香啊！有人要闻闻吗？有那个高年级的，哦，好香！哎，拿走了，还这强势呢，这怎么？这节课他就没回来，蹲了一节课。赶铃下课，我跟高峰救人家吧，救他就别冲走了，掉里头了。到厕所给他架出来，啊，扶着他，在操场上练习走路。蹲木了都，一边走一边哭啊！不是你哭什么呀？啊，你们给我弄出来还没擦屁股。我说呀，赶紧打铃就回屋啊，坐好了。上午的最后一节课，一般来说，嗯，都是请曲艺界的老前辈，哦，给我们讲课。那会儿相声的老艺术家，啊，曲艺的前辈，唱曲儿的老先生。那会儿教我们那老先生姓黄，对，唱曲儿的，嗯，当年91岁，高龄了，姓黄啊，嗯，毛片那个黄啊，我这么说的，一般都这样的老先生来啊，都怕那儿的严厉，校长都跟着，哦，旁听，校长、主任坐最后一排，哦，班主任都在听课，老头在讲桌旁边有一凳子，哦，坐着，坐着，那胡子到这儿，那眼珠子瞪着，啊，都怕。是90来岁了，都怕，可别叫我呀，先生，你别看岁数大，嗯，人齐了吗？嗓子还好啊？上节课教你们的小曲儿，唱给我听听吧。这是要复课，就怕了啊！他唱曲儿唱一辈子，是那挑我毛病，那假的一样，嗯，心都噔噔噔，低着头，别叫我，别叫我。于谦上来就叫我这样云淡风轻的跟这儿这是先生看看啊，什么东西站没站相，坐没坐相，你看你这个样子就好像上厕所被人把纸抢走了。
红艳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这是词台。唱。孤影摇红烟，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说。拦住。什么玩意儿唱？还不如我孙子唱的好呢。这叫什么话？坐下。坐下心情很好。对、啊、你想啊、嗯、老先生骂人啊，那个年头也没文化啊，教徒弟真骂。是，可是话说对我们来讲不觉得是侮辱。为什么？你还没我孙子唱的好。他九十一了啊，怕孙子得罪了。对吧，孙子不得六七十了吧、啊、结婚太早了吧。这个反正按岁数来说咱们不吃亏。那倒是啊，吃不吃亏也不至于这么美着吧。高峰，这就是强迫纸那位。烛影摇红烟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哎，来了，是先生。烛影摇红烟透纱窗，雨后生寒。走了，站着。什么玩意儿？还不如我儿子呢。高峰看看于谦。我这心都到嗓子边了。哎呀，别叫我啊，别叫我啊。郭德纲先生，老头站起来，啪拍桌子，生气鸦雀无声啊，头里唱俩的都不是人味儿啊，就怕那个后边连笑两来主任都低了心了，都得心到这儿了啊，班主任汗都下来了。好家伙，老头站起来，哎，这什么的。太贱骨头了，这吓死我了。你还吓得我。先生尝一试吧，您随便。哎，烛影摇红艳，这这这这还是拦住了。唱的跟我爸爸似的。太没品了。45分钟一节课到了，这就到了。哎，校长搀着，这老头搀走了。哦，班里都傻了。那是。班主任站在讲桌上，也不说了，努力，再努力。对，郭德纲、高峰、于谦，是你们祖孙三代，你哪儿要给咱们班露脸？我用你给排班。老师，老师也是好心，什么好心？请凝聚力。还行。这不是正能量吗？其实也是，那是啊，我会拿他拿当亲人一样看来啊。这个另外，我作为班主任，哦，我批评你们。昨天有人吃冰棍儿，那怎么了？我不说是谁了啊。三令五申的书保护嗓子，你们都是13、14、15的孩子，嗯，凉的热的都留神。哦，确实是那会儿管得严，嗯，冰棍不让吃，啊，吃冰的激着，酸的不让吃。锁嗓子，对，说书的唱戏说相声，今儿演出不能吃饺子，饺子吃饺子蘸醋，蘸完醋当时掉门就没了。嗯，恨辣子不能吃，除非说你那嗓子专业的，吃完辣子有亮音儿那敢说。哦，一般的不敢让吃。嗯，太甜的太咸的不行，都坏嗓子。齁，我们班主任吃大米饭都拿剪子把两边的尖儿绞了去。这也太细致了吧，这个。我们班主任后来饿死了。先人家也是为了我们好，才说这么多。现在回头一想，得亏当时对我们这么好，是，要不然的话，我们到现在啊，你能体会到说站台上3个钟头、几个钟头，能够坚持下来，都是得益于那。但是你要说跟前辈比，还差太多，没下那么大功夫。没有，当年刘宝全先生，啊，刘宝全先生唱戏的京韵大鼓的名家，对，一辈子几乎就不吃肉，吃素。啊，说哟，实在有点馋了，嗯，炖点牛肉，嗯，把肉搭出去，拿那牛肉汤烩菠菜，还是吃菜，就得吃菜。睡觉前，雪花梨啊，大个的梨，烟梨，嗯，切一片含着睡觉。干嘛含着呀？早晨吐出来，
梨片黑的，这黑的是肺火吸出来的，就这么讲究。到七十来岁，那嗓子那个甜，那个脆，好听。咱梨片儿，含梨片我就来不了。你也试试，我试过呀。啊，我睡觉咬牙。来一片啊，来吧。这哪行去？后来我想，我得找一个人看着我。我睡觉，他别睡觉，看着我。对，我跟他媳妇儿说。别找我媳妇儿看着。是他不同意。废话，找哪个媳妇儿？是他不同意，我才找我媳妇儿。这好，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喜剧事业，知道吗？咱们正能量。哎，我买点梨啊，切成片儿。你睡觉了，你别说，你看着我。我含一片睡，这片只要一嚼了，给我续一片。往里续，一片一片续，总会留下一片的。也是个主意。五斤雪花梨，去了皮儿，挖了核，切成片儿，码一大盘子，搁在床头柜上。弘扬民族文化，振兴喜剧事业。哎，正能量来了啊！哎，咱们开始，来一片。睡着了。早晨一睁眼。没有啊，才子没有啊，怎么不去？哎，我说你这不对啊！啊，民族文化振兴喜剧事业，正能量都哪儿去了啊？那没给我续一片儿？对呀、啊，谁说没续啊？去了吗？好，我续没你咽得快。哎，就这还饶进半张饼去呢？啊！要不手快，戒指都没了。睡着觉你能截到的？跟老先生比较，造化也就是如此。好好说相声，有多少能耐使多少能耐。哎，说我们就这么大的劲儿，就使这么大劲儿去卖力气，强扭着也不是事儿，就跟那钢丝绳似的，玩命扭扭折了，就成废物了。哎，记着我们能耐大起来，没错。这行说简单就简单，说麻烦就麻烦。嗯，相声四门功课嘛。哎，吃喝嫖赌啊，谁说？说学逗唱，这是后来改的，压根就这样。说学逗唱，其实哪门弄好都不容易，尤其现在在实话实说，说相声。说相声最多，但真正这个行业并不是多好干。是，现在都是虚假繁荣。其实真正难的就是这个，就是商演、卖体育馆，这是最难的。哦，你要说小剧场，那是人就行。小剧场好干。你爱相声，我也爱相声。嗯。你不炒菜了，我不当电工了，咱找几个朋友，咱一块儿说相声。啊？起个社团的名字还不简单吗？是吧？哦、大褂一百来块钱买上布鞋十五，是吧？都搁一块儿有400块钱，咱们后台齐了。这就开活，你找一小剧场，你坐满了坐100人啊，是不是？一天给200块钱，这还不容易吗？哦，咱也叫这什么什么社，一周演一场，嗯，对吧？台下弄100个凳子，后台咱10个人，后台10个演员，你说每个人他不得有10个朋友吗？全是这几个人的，一礼拜就演一场，你再骗不来10个人，你就别干了。好家伙，杀熟吗？这所以这个简单，是人就能干啊。这要干不好，你就别干了。嗯，啊，这小剧场就不算。电视台录像也不算什么，录像啊，我经常看好多电视台播的相声演员，我也看不出来说多好，可一看观众我都认识，是吗？都是捡的我们这现场观众搁在那儿，那可以弄。台上演员四脖子汗流，俩人穿一半袖，底下观众穿军大衣鼓掌。哎呦，那不是一天录的呀，季节都不对，就是他不是多好。嗯啊，你相声大赛好呗。是吗？因为这个东西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啊，没有说是这张三、李四、郭德纲、于谦俩人到底谁好，评不出来。嗯，这跟吃饭一样，南甜北咸，东辣西酸。嗯，我就爱吃火锅、辣火锅，我就爱吃，就认为这好，你就吃就完了。啊，你说蛋糕跟火锅哪好？它没有可比性。哎，也是如此。啊，我说一个卖布头吧，我有说有唱，四脖汗流，你爱听。嗯，那儿来一个报菜名的，当当当跟这背，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可比较的，啊、就是你喜欢哪个就是哪个。所以大奖赛也是如此，评委我就看你顺眼，一等奖就给你就得了。这个它不像体育10分钟啊，你在哪儿跑啊，打这儿跑到那儿啊。哦，我比如跑了什么1分17秒吧，比如说我跑到了，嗯，你是7天。哎，这俩人谁快是吧？就别比了，这还不比出来吗？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啊，就是文化艺术类没有第一啊，只能说你喜欢不喜欢。哦，你说就这个好，好的跟什么？我就不爱看，你杀了我。你花8亿拍一电影，我就说是烂片，你能枪毙了我？对吧？他没有说真正的好与坏，只是你喜欢不喜欢。武无第二，这武没有说谁比谁次，准能分出来，能分出来，一定分出来。你想，我跑1分钟，你7天就到了，100亿去吧？对啊，你是另一个。
真正难的就是这个。为什么管这个商演来说，就观众您是衣食父母呢？您每一张票现在我们拿去养家糊口，哎，而且咱俩是天大能耐。你在上海，你自己认识三千人呢，那倒也是，对不对？他们三千人可能认识咱，但您就花钱来，所以说尊称观众衣食父母，好好说相声，这是最难的。是啊，这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这么鼓励我，我打个人下去，把明年票钱免了。刚夸完你，你做个样。对相声演员来说，什么都得学，什么都得会。你比如说，于老师啊，做过电视的编导，电影、电视剧都干，是小品主持人。我也是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啊，什么这个说书啊，就是跟艺术有关的吧，我们基本都差不多干。哪行都是我们的老师，那会儿上课也是，我说你们喜欢学什么？啊，于谦对京剧感兴趣是吧？给他送到京剧团去。啊，他京剧团朋友多，是吧？后台负责叠衣服的大爷，管开水的那个大爷，拉大木的大爷，啊，后台做饭的大爷，都朋友，我都跟大爷交朋友。郭德纲喜欢，我说我喜欢评剧，给我送到评剧院，也学习那帮主演呢，会唱什么唱花旦、唱青衣的那姐姐们，四百多个都。人那真不嫌多，这四百多个还换还钱呢啊！你是四个大爷，你这四百多个姐姐，挺好。艺术是相通的，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。啊，这个其实他老开玩笑，但其实他比我会的还多。您客气，真的真的，今天到上海了，啊，唱一下。你的粉丝来了，让于老来一个是吧？我知道于老师，因为于老师有点累今天，但是观众这么热情，累也疼你们的人。唱一个倒没关系，要唱也能唱，咱俩人唱，咱俩人唱也可以，好吧？怎么样？这后台串门来了几个朋友，就上海梨园行唱戏聊天聊两句。京剧其实说起来，我接触的少，哦，地方戏我唱的多。哦，我不知道上海现在上海市河北梆子剧院还有没有啊？是河北梆子剧院，上海是山西滨州梆子剧团也没了，上海评剧团也没了。哎呀，我这一年没来，你们都给取消了。压根儿有。所有的戏剧里边，我最熟悉的应该是评剧。哦，喜欢评剧。90年、91年、92年说相声实在是不挣钱。嗯。万般无奈，我唱了3年戏，京剧、评剧、河北梆子，大小班。嗯。什么叫小班呢？专业剧团呢，偷着跑出了一批演员，哦，戏校来了一批老师，嗯，加上民间的老艺人，哦，当年退休的老前辈，嗯，就这类我们都聚一块儿，租一堂服装，我们农村唱庙会啊，什么哪儿哪个村长就结婚呐，啊，就干这干3年，小班唱一场戏，当年90年啊，嗯，我唱一场戏是600块钱，哎呦，啊，当年就熬下来了，90、91、92，所以说对这个传统艺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。见过既然到这儿了，上海市评剧院也没有了啊。他们说改成叫评弹团了，那唱个评剧好不好？您倒不喜口，什么吃的吗？那咱俩唱一个吧，咱俩唱什么？我唱个小生，你唱个花旦好不好？花旦，这还是对戏。因为评剧善于表现这个财富家人的故事。哦，当年那个你看我们唱过什么戏来着？杜十娘。好，杜十娘嫂子看过我们这戏，她媳妇看过，是杜十娘。嗯，杜十娘后来跟李甲孙父都知道这故事吧？啊，最后怀抱百宝箱，哗，投江死了。嫂子坐起看，眼泪汪汪的。我要当杜十娘。什么追求是吧？唐玉堂春啊，苏三起见，嫂子坐底。我要当苏三。瞧他喜欢这人，真的。唱那个什么苏小小啊，秦淮名妓苏小小。我要当你都不能不当点妓女什么的。后来看我们唱那个擂鼓战金山啊，梁红玉嫂子不爱看，从良从良啊吧。
故事啊，有一个卖油的孩子叫秦仲，挑着担走大街卖油，就发现了一个女孩啊，剧里边管她叫花魁，但实际上呢，人家的本名叫姚琴。花魁是因为她长得太好看了，艳压桃李，哎，所有女孩里边她最好看，花中魁首，哎，所以叫花魁，就喜欢这花魁。我怎么能见她一面呢？就到她工作那个单位去了一趟。那有一个老太太是那吃老鸨的人，老鸨子就完了，吃老鸨你说一点正能量都没有，吃老鸨跟这两码事，你是以为老鸨子吃老鸨吗？吃大哥不行，吃的老鸨，你最好造词儿。就跟这老太太说，我说我喜欢你花魁，我要见识一面。说好啊，花魁也是一个爱岗敬业的好姑娘。见一面50两银子，那是啊，爱钱敬业的。这小伙子是卖油的穷人，就为了攒这50两银子，2年的时间啊，终于攒够了。哎，晚上来了，到这见这姑娘啊，一见这姑娘，想这姑娘喝多了，因为她有樱桃吧，是吧？说这么具体的吧，是吧？有樱桃，但是喝多了，在这躺着，你见我这50两银子白花了，坐这看着吧。就是一进门，这屋里摆设，卖油郎就傻了。怎么呢？正当中地上有一大香炉，里边点的是龙涎香。什么叫龙涎香？过去说龙涎香是龙睡觉的时候流的口水凝结成的香啊，比如说沉香啊，什么这个香那香，龙涎香是龙的口水弄的香啊。现在科学发达了，是海里的鲸鱼哦，吃完东西有了鱼刺儿，都不消化，在胃里边有一种分泌物裹好了，然后在肠子里待了一段时间啊，最后排出来，在海水中冲刷，大约100多年，哎，有黑的有白的，这个东西捞上来之后可以当香食，有异香。当年这个东西都是进贡给皇上。这个青楼里边香炉能点着龙涎香，说明来的人不一般。但秦仲没见过，一闻这味儿，说这香炉怎么这么香啊？就坐着闻着香，看着床上的花魁。一更天，二更天，三更天，一直到天亮，姑娘醒了，说你是谁？这样才认识，说这个小伙子人太好了。到后来跟他从良了。当然，这个结尾嫂夫人不满意。是从良的都不满意。关心本职工作，咱俩人就唱唱卖油郎独占花魁，好不好？可以呀、我唱这个卖油郎秦仲啊。我们请于谦老师扮演花魁姑娘，扮演都没问题。不像您说的都会吗？不会。你这样，你呀、分包感觉，你来俩活，我还来俩活呢。你后边来这个花魁，因为开始都是秦仲跟这儿心理活动啊，这个桥楼上啊，几更几点啊，心理活动。刚看您，你那就睡觉没话哦，前面一直到后边，你这才醒来，才问你是谁，才聊天呢。那没话我演。前边你演这香炉，那我更没话了。你没话，你有烟儿啊？我有烟儿，我怎么了？我还你看这，你啊，于老师会抽烟呢。你就点根烟跟这儿，烟一出来我这好做戏，我就靠这烟做戏。你就是前面三更这香炉，到后边一醒了，你在这花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怎么样了？我没听说台上抽烟，你没听说过？你这今儿就听说了，好吧？那真抽啊？那等会儿我把乐队叫上，好吧？好，我们这热闹了，今天您来着了，来乐队，行，说相声。来，那小孩过来一下，来，我介绍一下，有认识的哈，哎，这个我义子干儿，也是我的徒弟，在我徒弟里边，一名叫陶云胜，本名叫陶阳，倒退几年，有这么大一小孩，老在春晚上唱京剧，京剧神童陶阳就是他，长大了，太棒了，那会儿还没这桌子高呢。可爱，我说你给我当个儿子，就这么留下来，在家里一晃这么些年啊，这是跟我亲儿子一样啊。是，我是谁？您是我爸，您是谁？我是您儿子，他是谁？我大哥。啊，上海有点便宜。我们父子三人今天来，也没人教的，唱戏也行啊，说相声也行，唱大鼓也行，乐队、京呼、板呼什么都会。你要说唱京剧、京呼。你是唱评戏板胡都得学，看着就
咱们今儿来个好的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吃饭没有？吃了。好，这精神吃。吃什么呀？吃的窝头。正吃点东西，吃点好的吧。好窝头。吃点那个高的。高窝头。吃点那个大的。大窝头。这么吃还得退出。行前咱们开始了、啊、您这个调门太高，大爷受不了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还香炉有什么？